非常的优美。那你介绍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蒋欣怡，今年我马上快过生日了，啊，十一了，就是吃的不太好，现在有点矮。哦，吃的不太好，有点矮，我们要加强营养，这也很重要。对呀、啊。我要跟祝山里面说一下吗？可以啊。我 in 两千年那边是，民间底下的地方是有去找个，那边的多有的时间在不知道了，找有去是，我是二六四六有单一的。我就是二百现在说的比较低俗了，就是我第一次来这场比赛，所以我有点紧张。对，我觉得你说完这句话的这些话，我都不觉得你在紧张，我有点紧张哦。非常好，我觉得并不矮呀、啊，并不矮呀、啊。有的人可能长得晚一点，你不矮没关系的。咋了？有的人呢，我妈就说啊，我妈就说啊，这妈在哪儿呢？我妈在那儿，我爸在，我爸现在坐下，站起，先站起来看看爸爸呢。我妈是那个穿红衣服给你摄像那个，爸爸是穿黄衣服的，大家都看到了啊，不能说人家矮，人家哪儿矮，一点都不矮。不是，是我认识的人也说了有点矮，但是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已经不在乎了，我们不听他的，我们的个儿且长了，我们之后再长高高个儿，好不好？好，看看好。另外加强营养，爸爸妈妈啊。其实跟我妈是吃的好。哎呦，这个求生欲很强啊，回家还得过日子呢，所以是自己的不对啊，自己没吃好，以后自己吃好了啊，爸爸妈妈给的好吃的都要吃下去啊，不准挑食。我不是挑食，是咋说呢？咋说呢？说一个呗。就没食欲啊，陈博士呢？治一治先，有个没食欲的，为什么呢？主要就是我不运动，我就不饿。那你为什么不运动呢？我天天在家里，我当然不运动。你为什么要天天在家里呢？我爸和我爸两天在家里，我有啥办法？爸爸妈妈呀，还是你们的问题啊，不能天天在家里，带出去运动。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家有个院子，意思就是我们住别墅嘛。但是我没说我没去院子里啊。对呀、啊，就还是不是爸爸妈妈的问题，是我们家有院子，我就是不去院子里。成了，再说下去，今天歌唱比赛改成相声了啊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看啊，看一下我们这位选手的得分，请评委们亮分。低一点也没关系，低一点也没关系，不能这样。个子咱稍微矮点，分数还是要往上走的啊。8.5分。8.2分，8.0分，8.4分，8.8分，谢谢评委，满意吗？当然，第一次哈，我们还会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对不对？那不确定。